至亲至爱，不止你一个人有。那些摧骨之疼，薄肤之痛，你在每活一天，与我都是酷刑和炼狱。爹，爹，爹！ 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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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人对朕讲，那封信其实是我写的，刚刚陛下也已经确认过了。朕想听你的解释。只要我一口咬死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构陷储君的罪名在天下面前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 中书令，朕现在还许你自便。自便？我劝中书令就不要了吧，自己服罪吧。陛下，朕……中书令，怎么就会有这么好的儿女呢？这么好的儿女，怎么就会是中书令的呢？朕有罪。 你说的是陆英的事，逆妻族族谱是臣背着殿下改的，还是？臣也知道，这是造化。张爱卿啊，你真不该这么做。 你既然做了，就不该再遗世。将来修史，二臣传，中书令，你一定会列榜首的。陆口供，中书令张禄正。 枉杀前义士重臣陆英父子，未事发，故因令报办公前工人故事，窃取储金印绶，暂未构陷，夜以供认，让他还押。 就此结案吧。
你是逃不过去的，是主犯，还是从犯？是生死，还是灭族？这个分别，深谙律令的钟书令，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。 陛下，臣这是有人授意。你又想说是大王？中秋事后，你是不是背着朕私会过朝臣？会过。你都跟他讲些什么？他今天在朝上，就敢卖了太子。 钟书令，你上二臣足够，就不要再上逆臣列传了吧。连太子妃殿下都背叛了，有这么好的儿女，如果不想再背叛他们的话，就自己。 王胁迫的臣，钟书令，构陷储君在先，你现在还想再污蔑？中秋当夜，大王来臣宅邸跟臣说，丧不灭曲是出自上意，臣信，臣糊涂，死罪臣一人承担，你一人承担得起吗？ 求圣天子施天恩，饶过臣的家奴。朕说，你现在觉得你一个人，至少放过臣的小女。小女的更迭已经送给了大王，大王这时候也应该休过聘书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聘侍女不在诛灭之列，前中书令之女齐王妃，不也是如此？